请掀开经本，第十三面，第六行，第十三面，第六行。遍采如海，广大无尽，诸佛功德尊贤可敬，知众生根如印化符，这个三句是第二个小段，利他行满。前面的三段都是说的自利行满，那么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三轮化一，教化众生的利益。三轮是讲的身与意，身与意。那么第一句，这是语意，遍采如海，广大无尽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如来果地上成就圆满的四种无碍辩才，这个如一般所说的。菩萨也有四无碍辩才，没有佛那么圆满。凡夫要想得这个无碍辩，才能够讲经说法，但是必须要得佛力的加持。得佛力加持，一定要以真诚清净慈悲心，这才能有很显著的感应。变这个意思是说很巧妙的将佛所说的甚深之理能够显示出来。我们常讲啊，深入浅出，这个属于变。才通常我们讲的才华，说的是应机施教，观察众生的根性，应当怎么说，说的非常恰当。同样是一部经，众生的根性不相同，所以说法的这些大德们呢，讲法就不一样。这个例子非常明显，我们一定要能够体会。我们试看，自古以来经典的注解，
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。譬如《金刚经》，注解最多，几百种的注解，每一个注字说法都不一样。如果是一样，就流传不下来。你的注字跟人家一样的吧，那有什么意思？不一样啊！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注解呢？实在是众生根性不相同。注解的人必定啊，很适合那一个时代、那个地区众生的根性。他这种说法，大家很容易领会，能听得懂，能得利益。实在说，注比讲啊，范围要宽得多了。注想到什么？还有没有在现场听经的人，通通都要顾及。现场讲经决定是以现场对象为第一，不在现场那些人没有涉及这个范围啊，所以这个范围就更小，更容易起心。真是佛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示现什么样的身份。应当给众生呢说哪一个法门，就跟他说哪一个法门。应机说法，这叫才。说法的人，为了要适应一切众生的根性，世尊一生当中为什么说那么多的法门，都是根性不相同啊！佛说法，无问自说很少。不多见的，多半都是有其请的。有其请，这个请法的人代表一类的根基。实在说，凡夫没有智慧，不懂得请法了，见到佛欢欢喜喜，一句话说不出来，这是常有的事情啊！谁来请法呢？都是菩萨，都是再来人。他们事先各种不同的身份，就在他自己这个生活环境、工作环境当中。代表啊，为他这一类的同行的有了疑惑了，有了问题了，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，请佛开示，经典呢都是这么来的，所以我们晓得佛说法是应机而说，辩才无碍，他这个。人家来问什么啊，他就给他讲解什么，所以这个内容啊，无量无边，浩如烟海。佛的智慧，我们从旁边冷眼来观察，确确实实，他那个智慧也是取之不尽。用之不竭。
三世十方好像没有一样啊，他不知道。啊，他说的说法巧妙之处，实在讲，他也是有原则的。原则是一二谛。啊，这个二谛，真谛跟宿谛。真谛呢，是依佛自己境界而说的。这是讲的宇宙人生真相，不是凡夫的境界，凡夫很难接受，而且凡夫听到了总不免有疑虑重重，所以佛经里面就有很多这些随顺众生而说的，这叫宿谛，随顺我们的知见，随顺我们的常识，我们听起来很容易接受。佛给我们讲五戒很容易接受，讲十善想想也很对，也很容易接受。这个是宿谛啊。如果佛讲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我们就很难接受。一般人听了就有疑惑了。那是随顺真谛说的。所以这是说法了两个原则。因此我们将佛说法了以大海来形容，佛法大海，我们在此地要学佛的辩才，要学佛的智慧，要有学佛面对一切不同根性这些众生，有能力善巧去应付，那么这个平常要真诚的学习，唯有真诚才能感应道教。当然如果未戒引一切众生，常识的确是要丰富，这平常多看多听，多看多听，给诸位说不必强记，你看多了听多了有这个印象就行了。这个印象是阿赖耶识里面含藏有种子，在感应道教的时候，这些种子自然就起现行。那么这是我们有准备，不能说毫无准备，有准备也要求感应，两者都重要啊。那么第二句里面，具佛功德尊严可敬，这说的是身业，身要具足如来果地上的功德。佛的身是什么呢？戒律啊，戒是佛身啊，
经是佛语啊，禅是佛心啊。这个戒律广义来讲，守法，守法守规矩，不舍律仪，显示出甚深的智慧。所以戒除大众啊，大众自自然然，他就生尊敬之心，所以是这个恭敬之心油然而生，内有沉静，外有威仪，也就是我们一般常讲，一定要给一切大众有好感啊，所以这个身相就很重要了。接触这个一切大众对你都能产生好感，他才愿意接受劝导。我们今天讲教诲不敢说啊，我们可以讲劝导啊，他乐意来接受。那么这就是诸佛功德。幕后一句知众生根，如印化佛，这个是意义。众生的根性不相同，差别就太大了啊！无始劫以来习气的熏染啊，造成了种种不同的根性。佛菩萨那没有问题，他一接触就了解了。佛是六通三明，都达到究竟圆满，所以遇到佛是大福报啊！佛一看你，你过去生，再过去生，你过去无量劫前的事情，他都知道。所以他说法奇迹嘛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，向佛请法的人，佛只给他说了几句话，听了之后他就开悟了，他就证果了，好像这个开悟证果很容易的事情啊，一点都没有感到困难，真的。这就跟那个大夫治病一样，这好大夫，高明的大夫，一看就知道你这个病根在哪里。啊，真的是药到病除，啊，你马上就恢复健康了。遇到不是一个好大夫，那就很麻烦了，他找不到你的病源，还要拿你当试验。用这个药试试看灵不灵，不灵赶快换一种，他没有把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除了这是佛与大菩萨他们行，他们没有问题，全教声闻缘觉都像是护士一样啊，你要找他给你看病总得要试验很多次，你运气好呢，在试验灵了，你病就好了。这试验不运气不好啊，那吃很多苦头的。
我们在佛的末法时期情况就如此啊。不过佛家常讲诚则灵，关键还在我们的诚意。如果有真诚心求法，佛家常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。你有诚意求佛，佛菩萨就有感应，必然化现其身来帮助你开悟，帮助你解决疑难。这佛菩萨有化身，应化身，这个事情常有，在中国在外国我都常常听说啊。凡是遇到佛菩萨缘深，你感的这个力量强，所以佛就很明显来应。另外一种呢，你的善根成熟，善根里面发出来的感，这个感像电波一样啊，虽然不是很强，自己也没觉察到，佛菩萨那边接收到，也能起，给你做入佛的因缘，增长你的信心呢。那么在一般一些同学初学佛的时候，闻到异香，见到光明，也是感应的。所以有些同学来告诉我，初学佛的时候好像常常有啊，现在这么多年没有了，是不是退心了呢？不是的。如果常常有啊，就不是好境界，魔境现前了。那是魔境界，不是佛境界。佛境界决定不是常常有的。必要的时候，他给你这个明显的感应。初学佛的时候，为什么会常常有呢？增长你的信心。初学很难相信啊，总有一些不思议的境界啊，让你感到非常惊异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这个事情也遇到很多啊。前后这是三年当中，应该有14次，有这么多。闻到香，很好的檀香，可是我们附近，可以说附近两三里路距离这个范围都没有人烧香，我们读经，这刚刚学佛嘛，什么规矩也不懂嘛，展开经本来读经，就有异香。到以后学佛的时间久了，我们也知道供养佛菩萨形象。虽然早晚课还不会，但是我们早晨啊，在佛像面前烧一炷香，拜三拜，也有感应。让你觉得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亲身感应的，不是听人家讲。有一次在美国达拉斯，有5-6位的同学
晚上夏天，晚上在院子里面乘凉，聊天谈佛法，忽然闻到异香，从来没有闻过的，时间大概有五分钟这么久，五六个人通通都闻到。那个时候我不在美国，他们打电话来告诉我，有这么一段事情。而居住这个附近的没有人烧香，问我这是一桩什么事情。那么这种感应，一个是佛菩萨，你有感呢，他就有应；另外一种呢，天神，天神从这边经过，看到你们念佛、讨论佛法，他很欢喜，他在那里合掌致敬，在那里停留了一会，他这个停留啊，香气你就闻到。这个是小的感应呐，那个最殊胜的感应，像从前周邦道居士的夫人，抗战胜利之后，他们住在南京，他南京那个房子很大，房子外面有庭院。庭院外头有围墙，要经过两个门，经过庭院才能到他居住的这个房子里面。他太太见到地藏菩萨，这个感应不可思议。地藏菩萨示现的是个出家和尚，到他那里化缘，问他化五经香油，他问这个和尚你从哪里来的，他说我从九华山来的，问了以后也没给他，这个和尚没化到啊，走了，走了以后他突然想到这个事情很怪，他家里进到他家里这个客厅要经过三道门，没有人开门，这个和尚怎么来的，怎么进来的，走了以后忽然离开之后就不见了，大门也没有开，他怎么走的，这个疑问呢，他终身不忘啊，他没学佛，以后到台湾，他住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就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居士报告，李老居士告诉地藏菩萨了，哎，他后悔得不得了，当时没有给他五经香油，地藏菩萨化身的，他家里的佣人通通都看到了，这是化身，所以以后他接触佛法学佛能够那么虔诚，有那么样的成就，这就是时节因缘到了，佛菩萨表演给你看一看，让你觉得佛法是真的不是假的，让你不能不相信，你亲身经历的，四隔多少年之后才恍然大悟，遇到一个明白人把他指出来，他才晓得，所以他一生供养地藏菩萨，天天念地藏菩萨本愿经，续世的因缘，感应道交不可思议，所以众生的根性，佛菩萨清楚。
我们学讲经，这学讲经那天讲座里也重视观机。我们没有能力观机，那怎么样呢？多打听打听啊！要到这个道场来讲经之前，先要打听一下这个道场的性质。这个道场是不是常常有人在这边讲经？哪些人在这边讲经？讲些什么经？有哪些听众？听众听了之后反应如何？我们只能打听这些，来做个参考啊！那这一次他来邀请我们来讲经，我们想想，对于这些众生呢，我们应当讲些什么？应当怎么讲法？做一个参考。希望啊，这个讲经的发挥能够收到好的效果，这是我们凡夫能够做的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要养成观机的习惯。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我们接触大众的时候，留意观察。观察这个人的根性。佛法里面讲上根立智，中下根性，有个概略的明了啊。平时就能这样练习，临场的时候。坐在这个讲台上，把听众啊仔细看一看，大概也就晓得了。根性利的人多，不妨啊往深处说一点；中下根性多，那一定要说浅一点。一定。要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让听众真能得利益了，他没有白来。千万不能在讲席上炫耀自己的学问，炫耀自己的知识丰富，那就错了。讲的叫下面人听不懂，自己很得意，真有这样的人，是我亲身遇到过的，法师讲经讲得非常得意，底下人听不懂，这个散场的时候，有居士向法师请教，法师啊，你今天讲的东西太深了，我们都听不懂啊。法师怎么说呢？法师笑笑，我讲的东西你要听懂了，那还值钱吗？那么这样讲经的态度完全错了啊。释迦牟尼佛讲经绝不如是。程度再浅的人遇到佛，佛讲的时候他都能听懂，他都能觉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，讲经是为大众讲的，不是为自己讲的。这个跟一般的发表论文不一样，发表论文是表现你自己的东西。讲经是一定要起众生的根性。其众生的机宜，其众生的需要，决定不是表现自己。如印化佛，这个如印就是印记，
如是要恰恰好跟他的根基相应，啊，适合他的根性，适合他的程度，啊，适合他当前的需要。如啊，化跟佛两个字都是讲效果。啊，现在讲成绩。我们这两个小时讲完了，成绩在哪里？到底有没有效果？这个要多想想啊。如果这两个小时讲下来之后，听众没听清楚，没听明白，还有很多疑问，我们讲演失败了，没受到效果。收到效果，他懂了，它产生变化，化就是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原来有疑问，现在疑没有了，这就变化。这是一个例子。福是降伏烦恼。没有听经的时候心里有烦恼啊，或者今天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心里很不平静。到这个呢，听两个钟点经，心平了，福啊，他就得利益了。化就是开悟，佛就是降伏烦恼。那么这是教学的成果，从这两种成果也能够体会佛的教学两种方法。我们常讲恩威并施啊，对于这个性情柔软的人，佛就慈悲接受啊；对于刚强难化的，佛也骂人呐，甚至也打人呐。所以从化佛了也能够看到他这个教学的方式收到的效果。那么总而言之一句话，都是希望正法求助，这一桩事情必须我们四众同修，同心同德，把这一桩事情做好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真正是像彭济清居士所说的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。请看底下一段经文，入法界藏，智无差别，正佛解脱甚深广大，能随方便入于一地，而以一切愿海所持，恒于智聚尽未来际。这段文是讲正如的境界，法界藏如就是其如，我们一般讲正如，这个世间一般谚语里面所谓的得道了，这个得道了就是其如。佛法里面得道了，成佛了，他得个什么呢？入法界藏，
法界，一真法界，入一真法界。智无差别，无差别就是无分别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无差别智是能入，法界藏是所入，由此可知，我们有分别有执着，你怎么能入呢？什么时候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自然就契入了吧？前面都曾经说过啊，这个地方说的是理法了，理就是真如自性，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啊，法界藏就是自性啊。佛给我们讲的平等真法界，一真一就是平等，二就不平等了。怎样在不平等里面入平等的法界，这是我们当前的课题，我们当前要明了的，当前要学习的，在一切差别现象里面入无差别，这无差别智就现前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一切差别是实，实在分别，智不分别，所以相中啊，修行的那个诀窍啊，叫转识成智啊。这个话人说的浅白一点，转分别为无分别就行了。你能转得过来，就入法界藏了。那么这个藏，藏是含藏的意思。佛性论里面呢，讲有五大类啊，是在真心本性里面所含藏的智慧的能，无量无边呐。那怎么能说得尽呢？啊，诸佛如来一起来，成说差说都说不尽。那么佛讲经说法有他的善巧方便，把无量无边这个性德分为五大类，那就好讲了。这个第一类呢，如来藏，相宗里面常说的，这个楞严经里面也说如来藏。如来是我们修行最高果位上的德号啊！它就含藏在这个里面啊，在哪里？法界里。我们凡夫有没有？有，凡夫叫在禅
如来藏。我们有如来啊，佛的这十种德号我们统统具足啊，自信里头本来就具足，但是现在被烦恼障碍住了，被烦恼缠缚住了，它不起作用，所以叫它做再缠如来藏。那么修行修什么？就是把这些缠缚啊解除而已啊，所以叫解脱啊，脱是脱离啊，必须先要把它解除，然后才能脱离啊。解除什么？解除烦恼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把这个东西解除啊，脱什么？脱离三界，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。这个时候如来藏现前了，那叫做处禅如来藏，处了禅夫了。在经上用这么一个名称啊，初禅呢，那就入法界藏了啊。这是这一条是说明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。诸佛如来初禅，我们是在禅啊，如来藏没有差别。这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信心的基础，信心的根源啊。我学佛，我学佛能成佛吗？能。凭什么能呢？凭我们在禅的如来藏跟诸佛如来初禅的如来藏无二无别，就凭这个信心从这建立的呀。第二种讲自信清净藏，这是说哪些人呢？说诸佛菩萨化身大士，应化在六道，应化在十法界。真的是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现跟我们同类身，好像也在禅了，在禅怎么样？他不染了，但是他表演的这个形象跟我们一样，也生烦恼啊。好像也有无欲七情，也有分别执着啊，跟我们和光同尘，可是里面不一样，里面我们看不出来啊，我们里面是真有执着，真有分别，他们呢分别执着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么这个就是自信清净藏啊，这是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，他能应化在世间的这个道理，这个基础我们明白了，懂得了，我们也不怕下地狱啊，也不怕变恶鬼变畜生的，为什么呢？可以示现这种身相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自己心地清净，确实一尘不染。那么另外还有个意思，
这个自性清净章我们有没有？我们也有。我们虽然在禅，在禅呢，自性确确实实还是不染了。自性在禅要被染污了，那个事情可就麻烦大了。那我们怎么能成得了佛呢？成不了佛啊。自性清净心再禅也不然。但是它不起作用。这个烦恼起作用。也就是说我们用智跟识来说大家好懂。我们今天用八十五十一心所，这个没起作用的。这个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可是我们自性般若智慧有没有？有，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裹在里面，它不起作用，好像智慧没有了。确实智慧有。智慧有没有被污染呢？没有，智慧还是清净的，只是暂时受到障碍，不起作用啊。什么时候你把这个障碍去掉，它的作用啊，立刻就现前了。智慧不是从外面学得来的，是自性清净心里面本来就有的。学佛特别是净宗，净宗最注重的清净心，这个诸位要晓得。禅宗最注重的平等心呀，一个得到了，通通都得到了。我们今天讲的五个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一个得到，其他的四个通通都得到。所以禅宗是从平等心上下手。从觉心上下手，我们净土宗是从清净心上下手。那么这个一定要懂得。第三个是法身藏，我们的法身也藏在里面了。成佛了，证得清净法身。给诸位说，法身就是法界，法界就是法身。你要是契入这个境界之后，你才晓得身土不二了。法性身跟法性土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啊。相上两桩事情，理上一桩事情，所以给你说，非一非一，你不能说是二，也不能说是一，你说是一，身跟土好像不是一，你说是二，身跟土确实是一桩事情。身是法性身，自是自性，土是法性土，也是自性。这个我们要留意，我们应当，常做如是观，也就是常常想这桩事情，不管你想得通想不通，有没有答案不要紧，常常想，常常想着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，常常想
功德很大，这就是宗门里面讲的移情。什么叫移情？常常想着。虽然搞不清楚，佛这么说的，我就常常想。整个世界就是自己。这样慢慢慢慢的，你的心量自然就扩大了。这个分别执着渐渐渐渐就淡薄了。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就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帮助你开悟，帮助你起入啊。如果你要是想不通呢，想不通不要紧，金刚经上教给我们想的方法很好，梦幻泡影，在做梦啊，梦中所有的境界都是自己啊，这个我们想想有道理啊。梦里面梦到很多人，那都是自心变现的吧，哪里会有外头人跑到我梦里来的，不可能啊。梦里面也有山河大地，也有虚空，我们现前这个境界就是梦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晚上睡在床上做梦是意识心做的梦，第六意识啊。现在科学里面讲下意识，现前这个环境设法界一张状一阵庄严，这个梦境从哪里来的？阿赖耶识变现的。你们学过唯识就知道本质相，阿赖耶的相分呐。阿赖耶的相分，我们能不能接触得到呢？给诸位说，接触不到。你要以为你接触到了，你是妄想。我们眼睛见到外面这个色相了，是不是真的见到了？没有啊，你怎么可能真的见到了？真的见到，你就入法界藏了。我们今天是怎么见到的？真如同这个摄影机一样啊，在现场上照到，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，不是现场啊。我们眼睛张开像镜头一样，把外面境界相摄进去，摄进去就变成眼识的相分。我们能够分别的是谁呢？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原什么境界呢？原眼识的相分。所以他在看荧幕啊，他在荧幕里面看到的啊，外面境界他没见到啊，永远见不到啊。所以第六意识啊，分别眼识的相分。实际上第六意识还不是直接语言这个眼识的相分啊，没那么直接，是从眼识那个相分呢传播到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自己现出一个相分啊，等于转播啊。这个眼识啊，转播给这个第六意识啊，第六意识的见分缘他自己的相分产生分别啊，就是这等于啊，这等于毛巾，眼识没有分别，眼识这个了别没有分别，分别就是这个白色的毛巾是什么？实际上是眼识啊，这个
见相两分传播给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自己的这个见分圆自己的相分，这么回事情啊。第七识的执着又从前面这两个识的相分再转播进去啊，第七识也是自己的见分圆自己的相分产生执着啊，这个理由好复杂 啊！这是佛家讲的心理学啊，绝对不是世间那大学心理学的课本里面讲的，那跟佛法比差远了啊！所以你在佛法这个唯识法相里面去看的，那很有味道啊！啊，给你解释，你怎么能见到？你怎么能听到？你怎么能接触到？全没有接到这个外面真正的境界相，没有啊。所以外面呢，虚空法界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这我们给你讲实，实在里面有相应的因所、心所，哦，那个麻烦就大了，太复杂，太复杂了。你接触这个东西，看到这个东西，心里想欢喜它啊，想要去买它啊，这个好复杂的一套心理程序啊。但是这么复杂呢，像电脑一样，非常灵敏，非常快速啊。其实很繁杂，很复杂。那么像《白法》里面讲的简单呐，啊，《成唯识论》里面讲的。那就讲的更详细了，他讲660法。啊，660法是一切法的归纳了，你再细说的无量无边法了，法藏啊。啊，这是讲我们法身的确确实实，啊，这是给你说明宇宙万有的真相。这么复杂，最复杂它有体系，一点都不乱。啊，有秩序，有体系。所以世间人看到这个现象，感觉到奇怪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么，啊，这样完美的持续？啊，大概总是想啊。总是想一定啊，有人在安排的，不安排怎么可能呢？那谁安排呢？那就想出一个上帝出来了，认为这是上帝安排的，其实不是。那谁安排的？从这个心性的这一念不觉而起无明，把自信变成80，80起作用就变成无量的心所，它这个转变是有程序的，丝毫不紊乱啊！所以净虚空变法界真的是自己啊，哪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事情呢？你能常常这样想，常做如是观，你的大慈悲心就升起来了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它就会升起来。升起来之后，在一切时一切处，你都能法喜充满，佛法叫常生欢喜心啊。为什么一般人这个欢喜心生不起来？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被蒙蔽了，被隐瞒了。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个欢喜心能够升起。法身是诸佛菩萨果位的依据啊。功德之所依，
我们讲菩萨华严讲的圆教，五十一个位次，以什么来安立？以法身。你其如你正得法身，偏缘上来说，如果你证得圆满，就称之为佛，称为如来，称为佛。如果证得不圆满，这经上常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入法界有浅深不同，入的浅深不一样，但是无论是浅无论是深，都是一真法界，所以都称为法身大士。因为四十一个位次都一一法身，佛菩萨因地果地无量功德也一一发生，所以你证得发生之后啊，诸佛菩萨的功德我们也可以拿来用啊！为什么共同也发生了嘛？把别人修的都变成自己的。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为什么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果报就那么殊胜庄严？就是因为阿弥陀佛无量劫所修习的功德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享受了。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，莲池大师、藕益大师在要解疏钞里都说过啊，将诸佛如来的功德变成自功德，不可思议啊！怎样能变呢？只要你真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，你只要有个妄念，有自有他，你就决定不能用他的东西。为什么他的跟自的是二啊？自他不二的话，那就行了，那就没有问题，这个问题障碍就没有了。啊，华严里面讲不无障碍的法界。障碍从哪里来？障碍从妄想里面来的。分别是妄想啊，执着也是妄想啊。妄想无量无边啊，这个造成的。第四种叫出世间上上障。那么这是说如来在果地上称赞了这个就近的佛果，上上没有比他更上的了。超过二乘，超过菩萨。第五种叫法界藏，这个法界藏里面通因通果，为什么叫做法界？法是指事出世间一切法，界是讲界性，一切法都有它的界限，所以称之为法界。可是这里面确确实实
含藏无量无边恒沙心德，自信本具的德能，世出世间任何一法都含藏法性里头圆满的德能。如果说人，任何一个人，这是平等平等的。如果说法，任何一法，所以华严里面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智，怎么个同法？有情是法，无情也是法，相上不同，事上不同，作用不同，体性相同。体性里面所含藏的德性相同，正因为这个道理，这个原因，佛教跟我们礼敬诸佛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条礼敬诸佛，这个诸佛里面所含藏的一切万法，没有一法不是佛，有情众生是佛，过去佛，现在佛，未来佛，无情众生也是佛。为什么呢？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，不是二性啊。所以说虚空法界是自己啊，一报正报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在西方净土里面，大家晓得常寂光土里面身土不二，同居土里是不是也是啊？常寂光里面身土不二太明显了，跟你说你容易相信啊。我们现前这个世间要给你讲身土不二，你很难相信。其实我们现前这个世间也是身土不二。你要能见到，你就入法界藏。所以我们不能入，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这个东西害我们害得真深啊，无量劫来一直到今天不能见到宇宙人生的真面目。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就这个意思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？法界藏啊。那我们在这个世，在这一生当中，真正是难得啊！读到这个经，哦，听到佛这个说法，这个说法几个人曾经听过？几个人曾经看到这个经啊？听了之后觉得是有点道理，这慢慢就可以其如了。要真正能够切入，要做功夫啊！真正用功夫，真正用功夫就是在一切境缘当中，我们讲生活里面、工作里面、处事待人接物里面，尽可能降低妄想分别之处。你说一断很难，要把它降低。要是断掉了，那你那真上上根人了。你听一座经的时候，你就证了初住菩萨果位了。这个是太少有了，太难得了。我们是中下根人，
中下根人听了这个法门之后，听了这个道理之后，能够把妄想分别去掉一半，就了不起了。然后啊，要年年减少啊，月月减少啊，天天减少，到哪一天真的减少到等于零了，那恭喜你，你入法藏了。减少到零的时候，就超越十法界，你就入一真法界了。所以这是入法界藏的意思。下面这一句智无差别。无差别就是平等性质。这个转八识成四智是在讲相中也说得很好。相中修行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转识成智。转八识成四智。可是这个八识有一些是果地上转的，有一些呢是因地上转的。果地上转，那我们没法子啊，无从下手啊。因地上转呢，我们就有下手之处。这很值得我们做参考。相宗是讲理论，通一切法。所以在佛门里面呢，有三个法门可以说是佛门的共同科目。任何宗派，任何法门都必须要懂得的。唯识是理，法相唯识是道理啊。你要通达了，这共同科目。戒律是生活规范，无论你学哪一种，无论你学哪一派，你不能不守规矩啊！这是共同科目。第三个净土，净土是一切法门的归宿，不能不修。这个三门呢，在佛法里叫共同科目，而且是共同必修的科目。修学任何宗派法门，这三个科目决定不能够缺少。那么修净土的呢，法相不懂也没关系，老师念佛也能往生，这是占了便宜了。你要能够懂得一点呢更好，懂得一点决定帮助你提高品位。也就是你带业带的少了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的观念转变过来了。那就是转识成智啊。在因上转的两门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莫那识为平等性智，这两个是因地上转。阿赖耶跟前五识是果地上转，换句话是因转了，果自然就转了。
怎么个转法呢？那我们要想一想，这个第六意识的性质是什么？分别。第七识呢？执着。分别就是第六意识啊，执着就是第七识啊。我们明了这个现象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了办法。尽量啊不去分别它，尽量不去执着它，与一切法不分别，就把第六识转过来了。那个时候观察这一切世间呢，叫妙观察智了，比分别更清楚、更明白，而不沾染。所谓分别亦非意，分别不是意识。世间人用意识分别，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，教化一切众生，用什么？妙观察智分别。分别不是意啊，不是意是什么？妙观察智啊。执着也不是莫那，是什么呢？平等性质啊。这个两个识转过来了，阿赖耶自然就变成大圆镜智。前五识自然就变成成所作智，成就一切所作。所作所为的没有别的，利益众生的。佛菩萨绝对没有说利益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他众生就是自己，法界就是自己。他不会说这个身是自己。不是，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。所以他说为众生，实际上讲就是为自己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转识成智，智无差别，识有差别。这个法界藏，法界是平等的，平等真法界，要用什么东西来证得呢？无分别智，你才能证得。我们天天不要说接触世间的，接触经典还是分别执着。说老实话了，经教的皮毛都没有入啊。真正是做什么呢？一文结义，三世诸佛喊冤枉。你把他意思搞错了。一毫厘都没有入进去。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。如果说我今天这两个小时得好处得利益了，你得什么好处了？明白了。明白之后啊，去做啊。没明白之前呢，我对于一切事物啊，十分的分别，十分的执着。现在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减一分，你就得受用了。减一分分别，减一分执着，你就入一分。佛所讲那个道理啊，你就真正懂得一分，真正体会一分呐。
你能够少两分分别，少两分执着，你就能够入两分。虽然是凡夫，有一点相似的境界，不是真的。真的要怎么样呢？那个十分的分别都断了，十分的执着也断了，完全转识成智，那你就真的入了，入法界了。这一入法界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初住菩萨了。不但超越六道啊，超越十法界了，那完全不一样啊。那么你已经超越了，可是你身体还在世间呢，语言叫初住菩萨，给诸位说就叫成佛了。你看姜维农居士注解金刚经啊，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如来，姜居士的注解他就注得很清楚啊，诸佛是指哪些语言叫初住，一直到如来的果位，42个位次叫诸佛啊。为什么说语言叫初住就叫诸佛呢？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就能在十方世界随类化身，应以佛身而说法者，他就能示现八相成道。天台大师讲六界佛了，分证即为即佛，他是分证佛，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他不是相思位，不是观行位，他是分证位，不是圆证，分证决定不是假的，所以他是真佛。我们在平常能用这个方法改变我们的观念，改变我们的心理，然后再用念佛的方法来加功用恨，这速度很快啊。这个其他法门真的是比不上啊！那我们的道场就是向这个方向，向这个目标来做啊，而且是勇猛精进、快速度的在做。诸位同修要珍惜这个机会，珍惜这个缘分，这个缘分相当不容易遇到。学转识成智啊，修无分别智，我们才能够契入啊，能证的。能证跟所证是一不是二，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。所以民国初年欧阳靖吾大师说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学。为什么说它不是哲学呢？哲学有能有所，佛法里头也有能有所，但是能所是一不是二，这就不是属于哲学了，超越它的范围了。能证跟所证是一样，
所以叫无差别。那么这个里面又有两个说法，一个是都没有相，这是说的理同，从体性这一面去看，能证的智无相啊，所证的境啊也无相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这无相啊。从理上说，这个经，佛在经上也讲，无有少法为智所入，亦无少智而入于法。佛这两句话就说明能所非义非义而无差别，说明这桩事情啊。那么第二种讲法呢，同法界无，净是法界，智也是法界，这是讲同四相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能里面的能如包含了所如，所如啊也包含了能如，像两面镜子，光光互照啊。所以佛在底下经文上有说：“无有智外如。”为之所如啊！这个智平等性质啊，如是真如离体，包括一切思想啊。为什么呢？智就是如，智就是自信，智就是法相。反过来看呢，亦复如是，亦无如外智能证于如。如也完全包括无分别智，智在哪里？智在如中啊。智在哪里？智在四中啊。智在相中啊。所以它是一味平等啊，一味平等里面不爱性相，不爱智如啊，所以给你说的是非一非一啊。菩萨在名号里面给我们显示出来的，总别啊，这十位同名的菩萨，普贤菩萨是总，其余九位是别，总是别之总，别是总之别，不二啊，总别不二啊。后面列了十位菩萨一名啊，一名跟前面相应的，让我们从这里觉悟，义是同中之义，同是义中之同，同义不二啊。义在哪？义在同中啊。同在哪里？同在义中啊。世尊用这些善巧的方法，显示出不二法门。显示出一真法界。
理事如是如是啊。古大德也有发明，啊，这就是说他们有体会，啊，他们有个说法，知无尽，故不有啊。不有就是无吗？不有就是空吗？能令志向尽啊，故不无啊，不无就是有啊。所以知跟见啊，实在讲是相辅相成的。我们修行豁然开悟了，怎么开悟的呢？我们现在没开悟，也不知道开悟是什么样子，也不晓得怎么还要开悟法。可是我们从经教里面看，古人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有人听经开悟，有人拜佛开悟的，有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定什么因缘一触发了他开悟，千差万别。开悟就是平等性质现前。那么我们要问呢，那平等性质在哪里呢？如果不在这一切万事万物上，他接触怎么会开悟呢？你从这个地方冷静去思维呀，虚空法界，佛讲的有道理呀，一毛孔一微尘，都含摄尽虚空变法界，里面无尽的智慧德能。都在其中啊。所以根性立的，正所谓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啊，哪里没有悟处呢？一定要去找个地方去搞悟处，找不到啊，他到哪里去找啊？因为那个找就是个妄想分别执着，正好把你的悟门呢障碍住了。那这正是古人说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因此我们对于知跟见都不可以分别，都不可以执着，这是总结论。才有分别执着，迷了，迷正好障碍你的悟门，堵塞你的悟门，不但于事法不分别不执着，佛法也不分别也不执着。为什么呢？佛法从语言生，换一句话说，
哪里有佛法了？佛法是跟世法相对建立的，这边没有了，那边也没有了。有世法才给你讲个佛法，世法没有了，佛法在哪里啊？我们要晓得世尊说法的善巧方便，真正能体会他说法的真实意，我们才会得受用。千言万语总归一心。所以古德才说，平等无碍是事实真相。所谓不爱真而恒俗，不爱理而发挥四相啊，理是无碍，真俗无碍，不但无碍，它是一，它不是二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到修学的总原则、总纲领，是在讲很多很多。转世成智是一个纲领，宗门用照而常集，集而常照，即照不二，宗门常用的，禅宗里面常用的，也是修学的总纲领啊。我们净土里面用的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一心不乱是定，心不颠倒是慧，所以定慧也是总持法门，也是总纲领。即就是定嘛，照就是慧嘛，所以你细细去思维，他们讲的话不一样，用的字不一样，里面的意思还是一桩事情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要不在这上下功夫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成就？定不是叫你天天盘腿面壁去打坐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甚至于在一个很复杂应酬里面，面对着这些境界，你心里面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是定啊。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，那就是慧吗？在复杂环境里头啊，修定修慧的最好的场所啊，那真的是道场啊！办事办事什么？办事也像世间人一样分别执着，那不用识，用智啊！分别执着不是义啊！第六，
叫一时，第七摩那叫一根，都可以说这个分别执着不是一。这样生活，这样处事待人接物，怎么不自在？那怎么不幸福？定慧等觉，吉兆双柔，离世无碍，在哪里修啊？原来都在日常生活当中。没有离开，没有离开我们的工作啊。佛法跟世间法不二嘛，学佛跟生活也是不二嘛，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真实无比殊胜的受用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Thank you.